松叶水果上面依在油锅里炸得滋滋作响，搭配生菜还有酥脆的现榨时蔬，再来一勺清爽的萝卜泥，色香味俱全的天妇罗就能上桌。季节限定的秋叶蟹炊饭套餐，蟹钳里包了满满花枝浆，一口咬下酥脆鲜美。套餐还会附上一碗铺满鲑鱼卵的炊饭，还有鸡腿肉和新鲜的竹笋、莲子增添口感层次。这碗凡丽贝茶碗蒸更是大人小孩都喜欢，秋意十足的限定套餐，菜色一字排开，光看就令人食指大动。除了就是有这个蟹钳炸成的天妇罗之外，它还有搭配一些蔬菜，就是例如有莲藕，然后或者是这种蟹味棒。然后跟香菇很符合秋天的就是气息。然后我最喜欢的是它的蒸蛋，因为蒸对茶碗蒸蛋里面还有附一些鱼卵，吃起来有不一样的口感，非常好、对，大家可以抵个两三餐都不是问题。随着秋意袭来，业者纷纷抢攻秋蟹商机。台南知名连锁饭店推出期间限定松叶蟹天妇罗日式炊饭套餐，摆盘精致，分量却一点都不马虎。来红鲟猪油拌饭，这家烧烤店料理也很霸气，把螃蟹结合传统小吃，打造独一无二的浮夸系爆蛋红鲟猪油拌饭。新鲜红鲟慢火烘烤到外壳呈现橘红色，对半切下，饱满的蟹黄和蟹膏让人看了就口水直流。不同于传统的清蒸螃蟹米糕，业者选用猪油拌饭搭配八只炭烤大螃蟹霸气上桌。现烤海鲜炭香融合猪油香气，让美味更上层楼。我们想要做更加不一样，所以想说台南也有很多古早味的猪油拌饭，所以我们就配合季节把红鲟跟那个猪油拌饭来结合在一起。业者坚持选用当季最肥美饱满的红鲟，确保顾客每一口都吃得到满满的蟹膏，独属于秋天的盛产鲜味，华丽变身各种佳肴，让饕客大饱口福。记者黄轩、李千藏报道。